为什么不放过自己呢？到时候你我天人两个，你只会更痛苦。他身上的药味已经浓厚到家都香都掩盖不住，他的病，以前你总是处处为我考虑，从今往后我也要保护你。王爷，这病来得太凶了，那王爷他，我求求你不要丢下我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灼灼风流。